我的专长的项目怎么可能会让我周周输掉？好球！我的专长的项目怎么可能会让我周周输掉？好球！挤不过去，对，你们就把它换上去。好球！哇，现在出手有！哇！他今天真的很出色，四季以来碰撞最激烈的一场比赛了。他是强势高中的盖木票，六支。回场之后自己再切进去，自己打。独木是很难撑这个大局，所以我们只要防守成功，我们就会赢。自己切入，杰木林挥霍。哇，背后 pass 大空档，底线的出手有。组的成绩出炉了，没错，我们第一名就是林玉书的14秒80破纪录的成绩。林玉书破大会纪录啊！看这一拍，不是黑边，不是玉祥，不是玉祥，他只能努力的去看他的玉书哎。他每球都要 cover 玉书，对，他甚至已经站到中线偏侧了。OK， 你在这里球接抽这，轻轻的就抽，对呀，放开心来，想打就打，不要模棱两可，好不好？OK， 站到前面，玉祥会帮你 cover， 别担心。OK， 我会觉得很伤心的是，就是郭哥很相信我，然后郭哥一直跟我讲说，你不要去想其他的事情，之后他一直跟我讲说没有关系，你做得很好。可是我做的这一点都不好，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自责的是，我辜负了他对我的期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